今天晚上下雨了，本来我寻思下雨就不会有什么蚊虫啥的，没想到下雨它也还是呼一层。你瞅外边这小雨滴答滴答的，下的可有劲儿了。我寻思这下雨这些飞虫啥的都不能出来了吧，但是没想到啊，比平时更多。你看这个是房门纱门上的各种飞虫，还有门上都糊了一层小窑。网友给我出招说往光下边放一盆水，这样飞虫就都飞进水里边去了，但是我看这效果也不大呀，这也没咋往里飞呀。我突然想到一个办法，我把房车内的灯给关了，我把我的太阳能小灯放到房车的外边，这飞虫不都喜欢光吗？这回它都得奔车外的这个太阳能光去了吧，它就不会往车里飞了吧。我感觉应该就是这样的，但是也不知道这个方法管不管用，我觉得应该是管用的吧，这个飞虫都喜欢光。算了不管了，关上车门准备睡觉了。这一紧张啊，这车门还关了好几遍才关上，这个车门不怎么好关，关不好就锁不上。我打开灯再往外边看了一下，我觉得今天应该没蚊虫了吧。